王旗举高咗啦，随时起步。冇错啦，踏上一打开时，出边啊大发雷，第只马应声弹出啦，然之后咧就哇三爬两步之后好玩，年年仲快啊，已经抢咗出嚟啦，速递斗士已经守住响第二啦，咁啊第三咧入边内档金枪威嚟噶，响住第三讲都冇人信啊，咁啊大发雷就响第四位，跟住啊就颜色颜响第五，然之后一个马先啊见到咧就命运航班，咁啊尾三位置咧就系豪盛宝马包咩队啊，咁啊就系嗰只力奇神骏同埋只幸运星啊，好啦，过咗一千米段柱啦。见到咧就哇抽住弹下弹下就速递斗士嚟噶，然之后出边外档好玩，年年拍住佢，跟住啦金枪威响第三啊，出边外档冇位走之下嘅大发雷唯有拉咗出外档走第三四碟噶，然之后后边先系见到咧响第五位咧就红帽嗰只颜色的颜，跟住先系再见到后边啊命运航班，再落后啊力奇神骏啊豪盛宝马啊，咁啊呢啲都系包咗落尾，包括埋幸运星嘅。好啦，咁啊去到过咗六百米段处，见到前面仲系抽住个速递斗士咧，慢慢扣住啊，咁啊然之后咧就好玩年年都。骑啦，大发来拉咗出外档，然之后金枪威已经守到让第内档咧第二碟位啦，跟住先颜色的颜啦，然之后咧就命运航班飞出外档，亦的冷门马嘅豪盛宝马，然之后后边力奇神骏，好啦，呢时候速递斗士仲系响铁栏尖尖些少，但系好玩年年未散得晒，一路挑战佢，哇，出边啲冷门马咁啊个颜色的颜啊，同埋嗰只咧豪盛宝马杀住上嚟，好玩年年再尖些少，但系金枪威都响中间位置，金枪威斗紧呢度好玩年年，过钟呢时候好玩年年第一，第二名咧就金枪威，第三名咧就颜色的颜啦。哇，到顶喎，好啊，连超顶住喎，三四临场你睇只马系靓咗嘅，头先哇，今日嗰只金枪威犀利，我就吓傻咗，输都拍手掌啊！即系你未见到个马第三位起步，第三四呢只咪金枪威嚟噶？我睇错咗咪啦。嗱，我咁睇啦。即系颜色的颜输俾金枪威，输俾好玩连连都唔出奇，但我事前我真系谂唔到佢会输俾速递斗士，系嘛？即系计马，即系唔会输俾速递斗士，会输俾速递斗士。嗱呢个红色帮颜色的牙冲落去又唔系好劲，嗱呢条过咗只金枪威噶啦，一三三啊，金枪威又谷翻上嚟，可能一三三，一三三啊嗰度。嗱佢入嚟嗰个位亦都有少少轻轻出咗少少，因为你同只金枪威比较已经多咗十三磅啊。命运航班跑第四，似乎到先噶啦，好玩连连啊！讲真啦，你好玩年年都130啦，系咪先？咁啊系啊，讲翻走位，而家讲翻走位，就系讲个走位。玩年年揾阿李老啊嘛，就系减咗嗰七磅啦，七磅就啱蚀少咗啲位咯。但系金枪位就哇，你即系完全未见过佢响呢个位嘅，未试过咁快。金枪位出闸都系尾嘅，但系好快上嚟，好快上嚟啊！大家要留意啊，出闸咧。金枪威、命运航班同埋幸运星三只最尾嘅，其实大发来出闸好快嘅，但系俾人顶晒个位，系咯，食晒个位。第三碟、第四碟就觉得真系差啦，有时钻入嚟直路嗰个位啊，佢冇办法啦，俾人顶住个位九档。依家要影相，不过肉眼见咧，三号店线先噶，好玩连连跑，前面就系金枪威，然后颜色的人跑第三嘅，冇错啦，三搭四 Q 梗系好分啦，五十倍啊！咁啊！呢件衫都好耐嘛，好耐噶啦！呢件老牌衫嘅佘生、佘顺安先生啊，好玩连连。真系变咗只金枪六十啊！真系啊！哇，唔得了！肉眼睇到噶啦，冇错啦，主霸头位。金枪威都犀利啊！不过你嗰只颜色的颜咁都系输半个马位唔够嘅啫，都非战之罪啦，真系。个磅朗啲咧，始终系咪先？即系同佢哋相比啊，同佢哋相比争十七磅啊嘛，因为入直路咧，由入边内档拉到出外档，好似豪盛宝马系拉到阔都有机会用噶嘛，后期再一百米先跟住先系分出胜负啊，即系起码你一齐冲，其实一睇入嚟直路，你睇见好玩连。